然後我到呢個民宿啊，有呢個咖啡同埋小食，有好大陣雞味。呢個就係我嘅 Airbnb 啦。啱佢啦先，頭先勁搞笑啊，因為個 host 唔識講英文啦，然後咧我就當然地唔識呢個 Romanian 啦。你睇下個廁所都好乾淨咯。然後我間房啊，然後所以咧佢哋就係咁，我哋兩個就係咁攞住個 iPad 之後喺度喺度打字啊，真係勁搞笑。就是在那裡 translate， 哇好靚啊，你下去飲我的咖啡，然後就真的不行了，夜晚來吃飯，好靚啊。原始野村啊，应该带条鞭出来啊！咦，你嗰边天气咁差，然后真系狗屋出嚟嘅问题。哎呀，我吓亲佢。呢度系 campsite 或者 hostel， 系露营车啊。牛啊！哎呀，翻嚟啦！喺B&B食佢哋 traditional 嘅晚餐，定系 potato with milk， 呢个似叶青瓜味啊！呢个系每间每户都有唔同嘅。食好的蛋糕，然后头先仲有一个系 Russia 嚟嘅女仔一齐食，都系女仔啊，姐姐，然后系咯，头先落咗一场大雨，所以就冇出嚟，而家雨停啦，出嚟影日落，但系好冻啊，头先好热又带多有衫，而家好冻又冇带衫，唉，不过算啦，呢度就系呢度最出名嘅木教堂啦，由呢间咧。应该是最老的，这个坟场呢都不是一片的黑沉沉，即是在上面就有一个很出名的景点，就是叫欢乐墓园，就是所有坟墓墓碑都是 decorate 得好靓，所以听日唔知有冇机会可以去睇下咯。不过呢度都有少少啫，已经是 decorate 咗嘅墓碑，同我哋平时见到全部都是灰色一片啊，唔同啊。哇！瞓到十点半先醒，早餐啊，好叹啊！哇！呢、這个蜜糖啊！超好吃啊，应该是纯天然的，然后这杯茶也好好喝啊，啊好吃啊，你饮 B&B 有鸡啦，就是坐在楼上、啊、我住这里上面啦，就坐在楼上看着下面的鸡啦，在吃东西啊，在这里乱黑在聊鱼，然后有白鸽啦，有羊啦，有牛啦，嗨，然后热情的 B&B 就知道真是白鴨啦，他們都一雙一對地住在裡面，是不是回家的，每天都很特別不同，靚靚的 B&B 民宿，我覺得這裡是很適合你
避世啦，嚟治愈一下心灵咁样，因为所有嘢都好传统啦，然后大家都仲系用最传统嘅方式去生活啦，之后就系好舒服咯，即系可以喺度煮好耐好耐好耐，同埋啲嘢又贵啦，啲嘢好食啦。只鸡喺度画地，唔知做咩，屙屎定生蛋？睇佢哋日日都系咁晒啲沙拿床单，你好讲啫，即系杀菌，点知你几好？